今天阳光明媚，正在开启现场，220位，10个菜，2汤，包公包料，马上上菜，敬请期待。罗志，大爷，下头了。下头。上职，这也是陆小姐了，线路都人，不想刘大姐。这是切红烧肉的，把红烧肉切一下。这就半个案子，你搁这切。两个人同时切了啊，两个案子。今天有短判的呢，干的比较快。这是过三家，这是过三家啊！切一下这个汤汁，放这个菌酱肉。这一同时烧鸡啊，在里面慢慢的卤着，打一下这个黄瓜，我把打下去。啥都不得意，这是。当然吃了啊，在肥里要泡一下。罗志，这王子都坐这儿呢，盖职。热乎了也。啊，旁边矿里面可不就一堆石块。啊，上河南开发新市场去了。现在是做的红烧肉啊，大料也炒香一下。现在放了辣椒了啊。看王子的臂力多厉害。60斤啊，这是。60斤红烧肉。220万是啥意思？就是加工费，包括这个配菜。咱们开始画这个肉腿啊，做京酱肉丝。现场制作，马上开戏了啊！要拍这个风光，现在没现场，两个人同时拍。给分面啊！已经开始做桌了啊！炸了八炸，又炸八炸，八炸出锅。上开戏了啊，短盘大队就开始分桌了。京酱肉丝啊，两个锅同时做。放了点辣椒啊，这里边。香辣椒。看王子麻利吧。上酒了，你看上酒了，开始。上菜上酒。上菜了。玩的。没上菜的都开喝了，你看都开始倒酒了，都开始倒酒了。串桌第一道菜，王子在拌花掌，这边上的是猪耳朵，拌一下油炸花掌。看这个花掌，近距离看一下，油炸花掌，好吧？好了吧？走起了，把我转回来了。那再下一个，你这手。小姐。两个同仁同时上。上烧鸡喽！上了烧鸡，上桌的。大烧鸡啊！放松，给小王子同时上。五香六大鸡。越吃越得。有点赞的点点赞啊！这还是少的嘞，多的就更多。看俺一端都是8个的端，这端的8个大肘的，一端都是8个，太厉害了！多大这肘的，特别大，大号的肘的，一万呢。王子自己做的啊，纯手工制作，40000。这不是上菜人比较多，特别乱。4个，多了也不中，少了也没啊，40000。来，我想把
拌猪肝。红烧肉块，红烧肉块，咱家那边咱们。四五十块，今天四五十。累了吧？不在话下啊。小意思。来点三轮。提前把这个葱给葱丝跟豆腐皮都摆好了，加上肉丝儿。看这个肉丝儿。不在这边做汤啊，宋总上菜，宋总提供这个烧的，今天有烧的。烟嘴哥，小丸汤。那个家，上肉啊。哎呀，那你正好都上去了。现做现上啊，小丸子汤开始上桌了。咱们的腰盆，啊，双流的金鳞汤，开始上馒头了啊！一桌一兜馒头，太厉害了，一端都六七个。